为什么超级边缘酱油？マジですか？不边不边不边。你最近的小盒子都热情到都听出声音了呢。糟糕，マジですか？也学会那个了，没有什么留言自带音效的精髓。大家晚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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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耶 ，Hello Hello， 又见面了，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我啊啊啊，他好像魔法棒耶，他这次的礼物好可爱哦，他的魔法棒像介于那个你们知道吗？就是魔法少女奈叶跟骷髅魔法使中间，哦，好可爱哦。很帅很帅，マジですか？瞬间上真的真的好可爱，谢谢七哦！我要成为魔法少女，魔法少女，跟我定下契约，成为魔法少女吧！大家晚安。刚开始看到还以为是小樱那只，我也觉得，就是中间的星星像星之杖，然后右边两边的翅膀像那个奈叶的翅，那个魔法棒。谢谢魔幻，哎，好好好开心哦，马后秀秀，拜拜，好久不见，大家晚安。谢谢企鹅分享，今天跟上次说的果然很不一样的哦哦，眼睛吗？就是妆感的感觉吗？亚马逊瞬间谢你的心之冠，快点打招呼，琪琪弟弟。琪琪弟弟出来打招呼呀，见喽！发型吗？这好像也是第一次这样绑的，对不对？第一次这样绑，它上面也是琪琪哦。谢谢 Eric，Eric 是 Eric 跟 Eric 是不是不同人啊？我 CC 你哦，好像不一样，对不对？晚安面面，晚安咪娜们。他好像没办法，耳朵会痛，不行，今天卡卡的，不够咪娜。谢谢放假，放假啊！今天怎么又变得更可爱？因为今天有咪娜，今天有咪娜做那个，今天有咪娜陪我一起播。大家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特别来宾，这一只是咪娜。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V 的 Mina。 大家好，我也是 AKB48 Team TV 的 Mina。 对不起，有两只 Mina， 他们卡在这里真的好可爱哦。北远远晚安，叠字字，黑哥不好意思哦，那个进来就让你看到 Mina 跟你打招呼，可爱吧。 Hello Eric， 糟糕，所以 Eric 跟 Eric 不一样。好， Eric， 谢谢 Eric， Eric 晚安。谢谢北远远，谢谢班长。左边是姿仪吗？谢谢。哎，为什么是 Wanda？ 哦，模仿的还蛮像的吗？应该输 Mina 一点。我进错台了，这里是 Mina 台。Akira 弟弟车准备好了哦。左 Mina 右姿仪吗？左 Mina 右姿仪。 Mina 你的手呢？谢谢切尔顿的魔法棒，糟糕，我好开心哦，这是我有史以来收到最开心的礼物啊！糟糕，收到魔法棒也太开心了吧。你们呢？我就是上个礼拜去迪士尼的时候呢，然后我就看到啊，西夏村跟卡丘，我就看到那个迪士尼有卖两种魔法棒，一种就是一般造型的魔法棒，然后另外一种是你们知道日本他们的那种啦啦队，不是啦啦队都会有那个甩棒，对不对？然后以前我记得是小魔女哆啦咪吗，里面有一只
也很像是就是双头的，然后也是旋转的魔法棒，然后反正迪士尼里面就有卖两种，然后那另外一种像就是甩棒的那一种呢，它就是甩着起来之后两边的头会是不一样颜色，然后就是只要就是真的像甩笔那样把它甩起来的话，就会变成一圈，很漂亮哎、欸！谢谢玉峰，不要打脸，不要打脸，不要打脸。Hello， 晚安，茶茶，谢谢 DJ， 谢谢 Akira， Akira 好过分哦，不送魔法棒送验章种。谢谢阿瑞克的66个魔法棒，好棒！我今天想要被那个魔法棒的山埋起来。今天很努力，提早下班过来了。感觉查查今天一定很认真的工作，辛苦了。快闪那天我一直有看到你哦，可是我有发现我转头看你的时候，你没有在看我哦。面板是不是凌晨三点还在逛 IG？ 我跟你说，我还有看到你是先发 PTT 才发 IG 的。Hello， 相聚我啊啊啊啊啊啊！谢谢波波，谢谢浩瀚，哈哈哈哈哈哈。嗯。哎，今天是陈三贝哎，今天是波。谢谢切尔东，谢谢地震浪的魔法棒。可是我现在伸不出魔法棒给你们甩。既然你都这样说了，今天只丢魔法棒，我真的觉得魔法棒很可爱。谢谢医生君，谢谢 DJ Y。等一下，我应该放比较嗨一点的歌。我放西洋音乐好像不太适合今天。好可爱哦！谢谢浩瀚哦，谢谢浩瀚，谢谢 Akira。等我。就是中山祥子的，对。大家晚安。阿胖下巴十公分哎，每次看到就想叫，怎么办？取名胜利。谢谢宋文，好棒、哦！感觉播完今天会变魔法少女的感觉吗？会有人跟我签约吗？小孩晚安，直接 passcode 给他炸下去啦！我知道他不是连广告歌都唱得超厉害的吗？如果我有去快闪，面面会认出我吗？如果白白大喊我是白白的话，我就会马上找到你的。谢谢切尔东，谢谢林哥，耶、yeah, ，好嗨哦！看到魔法棒的图就很开心。安安路过，爱死爱死，欢迎路过。啊，爱死的快闪的时候没有来，对不对？因为在三创。魔法棒放天元突破，这么蓝的魔法少女。燃起来！Eric， 欢迎回来。面面点开小易的头像。嗯，所以这是小易自己吗？这是小易自己的背影吗？啊，那怎么办？我以后如果见到小易的话，我要先认背影吗？就是小易要背对着我，然后我看一下，哦，这个背影好像是小易。这首是那个空。歌名啊，糟糕，我有点忘记空色怎么念了。空色 days， 结果没办法喊到面面，我的冰山都要融化了。冰山融化很好啊，这样就不是冰山美人了，是热情企鹅。mini 控在看你跳舞吧，这次无缘，不是很多人有拍吗？你有没有看完？谢谢阿潘下巴十公分的魔法棒，这样魔法棒会加长吗？加长长度。三创加一对吧，我知道，因为三创厂的取消的关系，很多人在三创等都没看到。我也有喊面面面面哦，我有看到你跟我宣布的重大事项啦。我还有一直看你耶，你知道吗？神奇七，你一开始在人群的夹缝中，然后我看到了那个面面杰星闪子跟易云的名字，我就知道啊，神奇七。企鹅跟米娜选一个，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面面的位置 ，Hello 爱心晚安。面面的位置真的跑来跑去了，我就说吧，我就会一路从最左边跑到最右边，然后再跑到中间，再跑到右边。我原本预计第二场在长中间，结果只能看背，查查查查查查。
不行，我一定要对你生气。我好几次转头看你的时候，你的眼光都不在我这边哦。我弟弟在我旁边，他说他很无聊，聊天啊，聊起来可以用七个中文了，那不然原本只能用五个吗？现场看到真的很开心，是吧？是，有没有感觉跟我一起上山修行？不是，是绕不修行啊。爱心爱心，谢谢你的魔法棒。真的有看我吗？真的有看我吗？好了，不管了，反正下一次握手会的时候，查查的眼睛就只能看着我了啊。中间还有 mini call， 中间还有 mini call， 查查也会看着我吗？不管，我会看着你们的。亚马逊逊看着乐婷吗？没关系哦，我也一直看着乐婷婷，乐婷婷是我们家的天使，但是你可以滚了，拜拜。生气，我要生气，我真的是忍无可忍，我真的太生气了。你看，你要抢我们家乐婷婷，然后现在要跟我讲说你只看乐婷婷，我跟你讲，你乐婷婷是我们家的，走开，我不准接近她。我看现场直播，我对着电脑打面面call。真的吗？那个，我跟你讲，我妈妈也看了直播，然后她说，她觉得她光是看米勒，我讲什么？哦，我妈妈说她光是看着直播就很嗨了，跟我爸爸一起嗨。你全部都要，你过分。米勒，我好き，大好き，谢谢追追。你看我中间凸一个洞了。我真神推面面，不要生气，不会啦，不会。我走，晚安。谢谢憨憨的心之冠，这首歌好像是很久以前的动画歌，对不对？米勒晚安安。Hello， 勇哥晚安，好久不见。面面快闪表演的超赞的。我跟你们说，我那天回去之后我就阵亡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才刚从健身房回来吗？然后那天培训完之后，咱们礼拜六培训完之后呢，然后我们还大家去公司继续练习，然后练习完之后晚上直播，然后第二天快闪，然后结果快闪完之后，我一嗨完之后，我的电力就直接归零，然后我回家就一路阵亡到晚上。怎么一个阵亡法？我想一下，因为那天我是马上回家吧，对，下班我就马上回家，然后我后来就是直接冲进房间，然后我就与世隔绝了，对，我就再也没有起来过了。好久不见，虽然去不了现场，勇哥，没关系，我们一定有机会见到面的。Hello， 魏晨 ，Hello， 微微跟小青耶，我还是会很努力拖延新番，等你了，可大山，嗨，收到了，谢谢小雨的告白气球。等一下，我刚刚讲什么？哦，我有看到微微修的图，我觉得雷吉的他不是有教，雷吉不是会教修图小教室吗？我觉得雷吉超级无敌厉害的，就是之前好像是小晴还是就是有一张照片，他拍的当下很暗，然后因为很暗的关系，就是不是背景跟脸都会看不清楚嘛，然后结果雷吉的巧手。一瞬间，哇塞，就是奇迹美照。而且雷吉常常会就是，你知道两张照片交叠的话，就是不同相片的光影加在一起会比较漂亮。可是他是无师自通哎，
我就觉得乐吉超强，真的是超级专业的那种。然后我就每天拜他为师，可是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觉得修图这种东西呢，是需要天赋的。我坚持不住了。我照乐吉的方法修到眼睛超痛。我好像还没有很认真的把一张照片完全照乐吉的方式修，但是我有跟他取过经了，可以的，我会努力的。如果十月有生日的话，应该就能见到面面您了，真的吗？哎，可是啊，还没有定生日会的时间，所以勇哥会来 AKB48 的演唱会吗？小巨蛋的，小圆，现在的歌吗？这东西真的很天分。Hello， 无名氏，怎么办？我还没有拜到师父，就已经先，唉，不说了，怀疑我自己的人生。加油，我帮你收。啊，有我，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微微超厉害的，因为微微修起来的颜色真的超级漂亮的。面面快闪的照片我有看到，帮忙。那你有看影片吗？你有看影片吗？谢谢 Akira， 恭喜 Akira 中奖了，中了10倍。无名氏，你会来吗？你会去 AKB48 的演唱会吗？面面跟你说我在烤肉，好香哦。谢谢雅恩送了一个，送了小易一个白眼，太气了吧！我坐在这边，然后你跟我说你在烤肉，还跟我说好香哦，太过分了！就算我吃完晚餐了，我还是会不说了。一家烤肉，万家香。谢谢杨生，面面对我那么可爱，难道是雅？那得呀，对，我会去，但是对佛提也还不熟，没有关系，入坑永远不嫌晚，保证大家打 call 的热情可以感染你的。谢谢叉叉，万家是谁？一家烤肉万家香，好问题耶，不知道谁说，哎。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人的名字叫万家，如果没有的话，就看有没有谁可以组个团体叫万家。一家烤肉真香，真的吗？无名氏会来吗？乐子跳舞惊艳四射坤坤，乐子的魅力无可无，那叫什么？乐子的，糟糕了，我突然忘记那个词是什么。我现在讲话讲到容易就是忘记中文的语法，然后还有忘记就是那个一句话要怎么组装，无什么什么什么不可挡啊，魅力无法挡，对，怎么办？我是不是无法抵挡？对，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讲的话不够多。乐吉专业坑粉丝，上完飞坑的开心吗？谢谢三七七，虽然琪琪弟弟不对，应该说米娜跟知怡现在头上长不出心之冠，真的吗？谢谢微微，我怎么突然一个卡爆？他显示我的网络正常，怎么办？该不会是我的问题吗？是吗？木卡木有卡，我是日本人吗？我跟你讲说了丢脸哦。我妈妈跟爸爸说，如果把浪 life 关掉重开，说不定就比较顺一点哦。不知道这是他们最近追直播的心得。我想什么哦，就是有人说我语法有问题，难道我是日本人吗？我跟你说，说来惭愧，我有一次在捷运上迷路，就是我跟阿贝桑一起坐捷运，然后反正那天我要去的是我要转到蓝线吧，然后阿贝桑坐的是那个叫什么线，棕色的那一条叫什么
文湖线吗？好像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反正就是他要去的目的地跟我是不同条线的。然后可是我没有下车，然后就一路坐。然后阿伯桑就问我说：“哎，那你的目的地是哪一条啊？”然后我就讲了之后，他就说：“这里好像没有，你是不是要坐什么坐到几什么什么什么站，然后转什么什么什么才会到呢？”我想说，到底他才是台北人吧？不要讲他下，没有啊，我没有讲出站名，而且那天是算是意外吧，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搭车。Hello， 河豚猪猪的晚安，晚安。我卡卡的重开，啊，真的吗？刚刚真的卡卡了吗？追隔壁台直播 ，Hello， 艾文，晚安。对啊 ，Long Life 最近常常卡卡的。我要找。听说大家听完那个桃色革命之后，大家都很喜欢桃色革命，对不对？咕咕咕咕。找一下。哦，谢谢 ，Hello， 流星，晚安。谢谢流星的星之冠。那我来播一下。舅父舅父真香。哎，你们怎么全部都被一样的孩子圈到粉？谢谢麦卡兹，谢谢麦卡兹的答题人气卡。答题人气卡算是答题才有的吗？因为面面是女生，所以会卡卡。面面卡卡。好久不见，毕业了也不嫌晚哦。是真爱就会是真爱。我现在先截一张面面的一张美图，糟糕，有点难。有吗？不动是不是就会美美的？这是我最近体会到的真理。我好像不动的话，崩土会少很多，对吧？对啊，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真爱，就会是真爱，一直是真爱嘛。微微加油！面面快闪的时候有趣吗？你心动快闪的时候有趣吗？谢谢好好给的 love you too。没有崩图觉得难过，他的歌做了母汤啊呢。这两只叫 Mina 跟之友，刚刚有人说这只叫之怡，这只叫 Mina。 然后动这么快又崩了，对不起，我停不下来。崩土才是精神粮食，糟糕了，那我以后不能蹭你们的意了，因为听说我应该是抖 S 的设定，对不对？晚安 Forever 教主，快面面快闪有看到，等一下，跳跳，有看到面吗？我有看到啊，杨雄不就站在正中间吗？对吧，是站在前面，对不对？我面面哥哥不见了，哎，为什么？对啊，阿翔，是因为喂，哎，上一次还有吗？上次好像就没有了耶。你有精神就够了，可是帮助太多，我。连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们。有去举手，有去举手，我要去快闪，大家要看到我吗？社长晚安，社长晚安。这么强的人是抖 S， 本来就是抖 S， 我的设定不是抖 S 吗？我一定是太
太久没看直播都没勾勾，没关系，我快闪的时候有看到查查，给你一个勾勾。我要给你渐层的，蓝渐层白的，蓝渐层白勾勾。没有去，没有去，桃花哥没有去，桃花哥人在三创吼。我刚好扛着相机路过了，那你也是路过停旧的呀 ，Lingo。明明是抖 S， 本来就是抖 S 啊，抖 S 抖 S。在三创看表演，本来要三点四点场次，对啊，我们其实看到，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好像是在公司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快闪前其实就已经下雨了，然后我们是等到。雨势暂时停下来的时候，刚好快闪第一波西门，可是因为知道接下来会有就是会有大雷雨，所以我们就决定后面的场次就决定取消了。然后可是因为我们一直到快闪完坐上小巴的时候，是不是都还没有下雨？然后我们就想说，哈，怎么办？明明现在就没有下雨，为什么还是取消了？好难过。然后结果我们一回到公司就听到轰。取消真是正确的呢，真的很恐怖。可是我觉得我们明明就是情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好天气，可是一进公司之后就一瞬砰，赞。而且听说你们三创那边是不是很多人有淋到雨啊？阿给晚安，乌通晚安，王雨婷。你们的安全比较重要，你们也很重要啊！你们到时候淋雨感冒了怎么办？你们都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哦。为什么？你看我传给你哦，微微你也太快了吧，太迅速了吧，神速哎！面面的刘海好疗愈，你说一个洞吗？这一个洞不是我能控制它的。回家途中还下暴雨，阿翔回家，三创好像算你，他不对，我重点是我不知道阿翔家住哪里啊，我应该是问说阿翔家离三创很远吗？感冒了就咕咕咕，吐，我不允许你说出来，收回去，不可以感冒。快闪那天我有看到你吗？我都不说有人差点撞到我们家怡真了呢。我们家怡真跳太嗨，不然撞到人吗？Hello， 赖克晚安，高桥城晚安。我那天有看到高桥城跟那个没有，应该说是一整团的特工团，然后。特工应援团，对，特工应援团，然后很帅气的穿着特工队的衣服，然后三个人一字排开，看起来超霸气的。我问你，你会开心吗？当然开心啊！桃园到圣，所以阿翔住的桃园，光是开车就要一个小时多，如果坐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是不是更久？一个半小时左右。其实我刘海有点太长了。我就算把它卷起来，它还是会掉下来了，该去剪掉了。往前站给它撞啊，很香哎！不可以这样，小兰，说有看到我，对不对？怡真真的是那天的灯塔好高，有没有？就是我后来因为一直都跟怡真站在一起，所以应该说是习惯了那样的高度吗？还是？就是不会在旁边的时候不会有意识他真的这么高的感觉，然后因为可能就是一直待在一起会觉得很亲近感吧，就不会特别去在意身高什么的。然后我之前不是有讲过阿弟的身高也很高吗？可是就是在旁边久了就不会有那个感觉了。然后后来我回家看影片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跟怡真距离有这么远的吗？天啊，这是一个很不萌的身高差哦。剪掉要变呆呆面了，对，我剪完刘海都会变呆呆面一阵子。迷
尼康的场感觉超近的，对，我有看过场地，我也觉得好近哦。星空晚安，哎，很难过哎，看到影片才发现自己不说了。面面的头刚好到一阵的鼻子，有吗？我有这么高吗？我看影片的时候，我简直觉得我大概只有在他的肩膀吧。你们的身高相差一个世界距离。就哦，对啊，因为他的柱子，我不知道会不会挡到视角哎。一个很高的忍者跟一个比较矮的忍者，不管啦，不管啦，反正我们弯下腰的高度是一模一样的，呵。我们还没有进去过，只是我也有上网看了一下场地的图。伊真可以把下巴放在你头上吧？他从后背后抱着我的时候，好像做过这种事情。照片拉水平线发现的哦，你说，所以啊，天哪，你们还有专业帮我量一下我在鼻子附近吗？好好好，我下次会亲自跟怡真测试一下。哦，剪刀，他说送了剪刀，剪刀。做人求平手就好。谢谢，谢谢耳机酱的剪刀。面面是天使，天使。我也是 Angel 组的吗？啊，没有，他们都叫 Angel 对不对？他是角度团。一个角度团。今天耳膜破了没？破了没？今天耳膜破了没？乌美很小，但是不知道座位怎么排。嗯，因为乌美是不是它是中间四角形，然后是四面环绕吗？然后往上对不对？等一下哦，好，有人打赖给我，但不重要。慢出哦，我没有慢出，好不好？我这边显示的是他还在。我是通灵才知道他是剪刀的。哇哦，又神曲！这首歌真的是，你们知道之前有个游戏叫 OSU 吗？然后我以前很喜欢打 OSU， 然后用这首歌。谢谢切尔顿，谢谢阿花花，我要变身成魔法少女了哦！快点跟我签下契约，成为魔法酱油吧！魔法酱油能干嘛？魔法酱油能变成水状，然后飘在天空上，还是可以变成酱油膏。原来妹妹有玩 OSU 啊，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自豪我自己蛮强的，到后来就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快闪时一直很怕应援上会翻错面，没关系，我一直有在看你哦。那天是没有出错啦，我有很完美的看到你翻对面了。魔法酱油哪里不好？魔法酱油哪里不好？还是觉得酱油膏比较好 ？NDS 吗？NDS， 已经被我放了好久的 NDS。面，有人要吃蛋糕。今天就吃吗？他。魔法酱油一定是化学合成的，不纯不爱哦。酱油，纯酿酱油吗？那这样怎么办？我也没有想到魔法酱油是什么成分，听起来就化学加工很严重。那个抽屉是不是有装了时光机啊？没有，那个抽屉是百宝箱。这个金额这样。多哪有多说多错，流行说爱我就没错。魔法酱油会发光吗？看起来有点，是不是有毒？快业配一波，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嗯嘛。哈，魔法酱油是七彩的，太认真思考了。你说魔法酱油这件事吗？
哎、欸，不，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我觉得叫魔法酱油就超酷炫的。可是如果人家问那个原料是什么的话，听起来应该就是一些有毒物质。跟魔法咖喱是吗？不可以打广告。发光小当家，小当家特制酱油，那边终于看到我了，一直都看得到你啊。还是说叮当鼠之前是我看不到的存在？超大叔晚安。查查查，哎、欸、我发现查查的头贴，严格来说这算不算崩土啊？严格来说，好吧，比以前查查截图好很多。因为我先休息了，好哦，小诗晚安安 ，Hello 娟娟，停娟改叠字字了吗？不要忘，很恐怖。等一下，我要召唤，我要召唤 ，Hello。拍手队的成员们，拍手队的成员们，呦呼！黄鱼晚安，快点！我们特制化的生日快乐歌，你还记得节奏吗？确定吗？那我们要开始喽！真的，他说他今天就要吃蛋糕。啊！可是，哈？什么？二啊！今天二一，我们过到布置日子了吗？很忙。因为宿舍的事很忙。对，好，要看了，谢谢情侣的分享。那，那个合唱团可以开始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下巴，嗨，跟我的橙汁面打个招呼吧。吹蜡了，对了，等一下，我刚吹错了吗？Hello， 卡库呼咪，查查大生日快乐，查查。糟糕 ，Did you hear me？ Did you hear me？ 查查 ，Hello， 橙汁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橙汁面。哎，我已经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下巴的人了，然后。不知道，糟糕，为什么这个 QQ 好讨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有办法拍出有下巴的照片，真是太开心了！这是阿潘传授我的秘诀。面面今天的刘海是 S 型的，对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Q 都很奇怪，应该是这一条的问题哦。今天是 Q 摸面，原来是查查生，对，查查生日快乐！刚刚在上课也没办法留言啊。要回家了吗？好开心哦，查查终于在正常时间回家了呢，感觉查查一直都是夜不归宿的人。谢谢龙骑士，耶！哪这么多橙汁？等等，我应该，哈哈，这个。我每次看到查查的现实动态都好晚才回家哦。
Q 猫面感觉很好吃。Q 猫一半的面，这边是直的，这边是卷的，这是一个没有泡完成的泡面。我没有夜不归宿啦，所以我才说查查感觉上班上的很辛苦。切尔都知道哎 ，dreams come true。那我也要很晚回家，不可以好不好？生气气，请务必好好照顾自己。我跟你讲，如果坏人把你抓走，我应该没有办法把他打爆哦。不同款色面，是不回家哦？有，我刚刚看到高桥城说三个人还没有集合，全部大集合的时候很帅气，真的吗？让我期待哦，什么时候才会大集合啊？手把变泡面了，我之前有一次的造型真的是泡面卷。面的刘海跟阿胖刘海谁的比较厉害？我的是 Q 的，阿胖刘海是金刚不坏钢铁般的刘海，那可是他连他都治好的金那个的铜墙铁壁。小栗子晚安，茄子茄子。我们工作晚回家是常态，但还是要好好休息啊，感觉你们都好累哦。小公主装的那次吗？泡面头是我用手机直播的那一次，是不是很久远以前了？感动吧！草草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东文娃回家了吗？跟小迪有得比吗？我每次看小迪的直播都会看笑得很开心，真的。泡面头好几个月以前了，对啊，有很怀念他吗？可是现在头发变那么长了，泡面头会容易变直，变直直的，不是变直啦。双燕晚安，米泽晚安，茄子茄子晚安。不会啊，我都还有余力剪你们的影片推广，有，我每次都有看到生气气非常那个非常生动的影片介绍，谢谢粉粉们。本婉婉就是一个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案例，又感冒了，你又感冒了，你就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吧，生气耶。今天耳膜破了没 ？Kiss 猪猪，希望 Kiss 猪猪可以治好你震破的耳膜。对啊，怎么了？笑死我，九月初会去台南，是哦，对哦，莱克是南部人对不对？谢谢郑红，我音量这边还玩不到你，你不就是重甲吗？有什么好猜的？康威晚安，今天开到十点吗？卡拉对哦，啊，谢谢卡拉给的很多很多资讯。面面的狮吼功吗？他就说他耳膜震破了没？一定是熬夜修我的照片啊！对不起，我知道了，我下次快闪会尽量保持这样的动作，这样就不用修了吧，这样就不崩了吧，这样就不会出事了吧。大家好，我是蔡雅恩面面，谢谢大家。今天要表演的歌曲是《Love 修行》，谢谢大家。啊，对不起，我今天戴的是隐形眼镜，所以我开始要学着戴隐形眼镜了。可是我很容易眼睛干，所以我只要眼睛干的时候就看不清楚东西了，所以会一直眨。如果大家觉得我一直眨眼或者是一直对我的眼睛做什么的话，那就是因为我看不太到你们了。谢谢社长的红宝石妖袭。よし、闇の力を秘めし鍵を、真の塚田を我の前に示せ、契約のもと桜が命じる、レリース。谢谢リンゴ、眨眼面很性感、什么？谢谢弟弟哦，这次是绿宝石哎，非常不习惯的，你有近视哦。因为我以前都是，你们知道，我之前好像介绍过，就是我晚上会戴那种叫做硬式的角膜片吗？哦，谢谢 Lingo， 这个我红色跟绿色的都有，都收集到了。还有什么颜色？蓝色吗？就是晚上会戴那种硬式的角膜片。谢谢 DJ One， 然后他是戴一个晚上睡觉。谢谢 Lingo， 然后
睡觉起来的话视力会变成一，就是反正 1.0 1.2 左右。哦，好，我事实证明了只有红色跟绿色。谢谢 DJ 和跟 Lingo 不停的在送钥匙，谢谢。哦，有有蓝的，有蓝的 DJ 送到蓝色的了，谢谢 DJ。 哎，太棒了，我 DJ One 是不是发音有点问题？ DJ One 王艺嘉式口音 DJ One AKB 48 TTP Festival 的感觉。有有有，现在红蓝绿都有了，谢谢。对对对，讲魔术行片啊，益生菌专业的。然后起来的话，那一整天都会是，反正就是能压到多少，就是压回去到正常视力，大概 1.0 1.2， 好的状况下就会有 1.2。 然后可是那个是要就是晚上要带着嘛，然后洗干净之后就泡浸泡液，然后晚上再带什么的。可是因为如果大学之后容易会日夜颠倒，或者是睡眠时间很不固定的话，医生说不建议要带那个。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开始来学习戴隐形眼镜。可是偏偏我的眼睛又很容易干，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难得听到面面讲英文，因为我的英文有那种台式腔调，我妈妈都很嫌弃我。她说我绝对无敌，绝对非必要请绝对不要讲英文。Hello 点宝宝晚安。好哦，377姑的吧，你不用大学就已经日夜颠倒了好吗？哎呀，暑假嘛，预备先说日夜颠倒。是的，讲魔术芯片很贵，一片10000。嗯，它一次付的钱很多，可是它是长期下来的啊。跟隐形眼镜算起来其实差不多，都差不多是一个很大量的消费。事实证明，早知道小时候就不要看那么多书吗？还是不要一直滑手机呢？这种时候当然要说，早知道以前就不要这么认真一直看书，就不会近视了。戴护目镜吗？戴护目镜，戴护目镜会比较清楚吗？你说戴护目镜的化妆就不会眼睛干涩吗？是吗？有吗？有这么神奇的强大的功效吗？我的英文从来就不合格吗？你也是，对啊，我从来都不把隐形眼镜放在眼里的，真的，跟品涵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为什么自从上一次播过珍珠美人鱼之后，我的首页全部都是珍珠美人鱼？感觉就是他很懂你们的喜好。好气哦，韩式冷笑话。品涵式的冷笑话，我要当隐形人吗？当隐形人好像不错，那我就从来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也怎么办？不过一次就被记录了。面面没有用人工泪液吗？有，只是还是常常会干，就是太频繁了。说到大学，我们学校是台北团的跳舱，哎，超多粉，真的吗？所以你系统跟茶茶是同一间吗？不同。原来是看太多书才会近视，对啊，当然是因为看太多书好吗？我是很认真的小孩啦，嘿嘿。笑死，我们学校不知道买了多少张专辑，是查查一个人，还是有很多同学也是？你可以戴硬式的，一般敢戴的会比软式好。哎，真的吗？现在还有硬式的隐形眼镜吗？Hello， 安度，安度，安度，我在安度那天有来，一定不是爱哭鬼。如果戴隐形眼镜哭的话，它会掉出来，哎，我现在觉得很恐怖。就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就不敢哭了，因为感觉哭出来之后，如果它流出来，我会觉得很恐怖。文学少女是我，求面妈正解，面妈一定会觉得是她女儿太认真了，哈哈哈。不准出声。哭到喷妆直接掉出来。哦，我之前有一次品涵练习练得很，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练的舞算比较
好像也没有比不也没有不激动的舞吧，反正就是比较跳跳跳的舞。然后他就跳得很认真，结果突然跳完之后，他就说那个我的隐形眼镜好像掉了，所以我就觉得超恐怖。我那时候还没有戴隐形，就是还没有学会戴隐形眼镜。我以前戴的都是变色的，因为我之前 cosplay 的时候是有必要要戴有颜色的嘛，可是因为那个不用戴长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长时间佩戴的话，我会觉得很恐怖。啊，队长，队长晚安，有被看到，我还想说站的位置不是很好。其实大家我都有看到，像孝贤也有问我我有没有看到他，可是孝贤现在还没来。孝贤也很明显啊，可是孝贤后来被 Steph 姐姐挡住了，就是他的位置，我们那边望过去。Hello， 明轩，咩咩没有跳也很激动哈，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就会自然嗨嘛。还以为是每次小盒子都分享一大串 ，Magic Desk 真的是小盒子，小盒子说都听得到 Magic Desk 的声音耶。大学读什么系呢？我是神秘系的，神秘系偶像。谢谢明月，没那么容易掉出来，除非是被八头，被八头都掉出来也很恐怖，好不好？下次大伙都要好好看面面哦。所以是这次没有好好看吗？风图系是天生的，那个我不需要再选修咯，那是我天生的技能呢，说不定我还可以当风图系的教授或助教哦。很期待跟面面在迷奶奶奶在迷你迷你 concert 表演，跟奶奶在迷你 concert 表演吗？所以流星要跟我一起在迷你 concert 的时候一起上台表演吗？Hello， 咕叽咕叽喵喵。这个是那个珍珠美人鱼的，因为我刚刚说上一次有人点完珍珠美人鱼之后，导致我的 YouTube 的整个画面全部都是珍珠美人鱼的歌哦，是神秘系吼。Hello， 因为晚安，剪刀剪刀晚安，什么助教，根本崩图系系主任，整个系班就是为了我开的，好不好？面面不是崩图系的系主任。我看到很漂亮，好感动，我最喜欢听这种违背良心的话。谢谢本人吗？你说本人很崩吗？还是你说我是本人吗？嗯，我是本人哦。你好，我是本人。阳光系面面，面面是天使系，我要去参加角度团，我要去参加那个，我要成为角度团的那个最年长代表。大家好，我是 Angle 团，黑暗的巴洛克。狂风暴雨我好像没有听过。沙罗啊，我记得上一次大家想要听星罗的歌，那就只好放给你们听了，不唱不唱。不崩不崩，粉丝滤镜要比墙厚。那我决定了，我以后就要一直筑墙，拜托帮我又筑高又筑厚，好不好？要像进阶巨人那种墙。面面拜托开封图摄影概论，我照常在说，这是我自己的必修课。其实我觉得头天的面面很美，很有活力的感觉。谢谢查查，酱油眼里出。出雅思，嗯，酱油眼里出雅思，回去整理照片，面面你，嗯，都很有活力呢。Hello， 玉泽晚安，海里的鱼晚安，好久不见了。粉丝滤镜一向都是要开到最大的，当然啦、啊，有多大开多大。开丁功课，我去给教授嘛。谢谢剪刀，剪刀，剪刀的心之冠。剪刀，剪刀可以怎么比呢？
刀了。还有什么剪刀？停停停停停停停！出剪刀，出剪刀！我赢了。谢谢剪刀，怎么办？怎么办？我还有什么剪刀的动作吗？还有什么？换左手，换左手。反面剪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换蝴蝶结了，蝴蝶结，蝴蝶结。Mina 明明就出石头。对耶，这不是布吗？这是布啦。谢谢蝴蝶结，可是蝴蝶结我生不出来了，我今天头上的也不是蝴蝶结。谢谢你的心之光。Hello， 手好高啊！要怎么比出蝴蝶结？这样哦，课堂变声器。大家好，又到了开始解谜的时刻，真相永远只有一个。猫头面，这是甲状腺吧？不好意思。甲状腺在这边吧，而且这样子的甲状腺是肿大了吧，这是出事了吧，这没有问题吗？Hello 沉鱼落雁丸，快点比一下布丁圈，布丁圈。哎，我今天穿的是布丁色，哎，我今天穿布丁色。面面你是小五郎吗？那我先昏倒去咯，大家，我是沉睡的面五郎。你怎么知道一边比蝴蝶结一边国术国术吗？国术是这样，国术要这样啊，就是哎，他连这里都有，所以应该这样。大家好，这样子吗？你的布丁有荧光剂哦。对啊，而且焦糖还不见了，怎么办？焦糖在这里。我的布丁焦糖，我的布丁焦糖两边颜色不一样，一边是黑糖的，一边是焦糖口味的。你们喜欢吃哪一种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焦，我都跟布丁说我要用我的面条去吸它的焦糖。新的生命不会消失，拥抱最灿烂的光。嘟嘟嘟嘟嘟嘟嘟，为什么他自动选字都给我错的嘞？全错哎，全部都不一样。不好意思，我只吃面，我两个都要，面条沾焦糖。没有啊，兄妹，我哎是黑糖，所以哎对了，是黑糖，是布丁上面是黑糖。是我一直讲错吗？晚安，兄妹，我跟你看哦。你看，我是布丁，配色有没有一模一样？哒哦，我一直讲的黑糖吗？糟糕了，一个黑糖，一个焦糖。我需要前面的那个，我需要前面的脚踏车坐垫，我要摆我们家一个焦糖，一个黑糖，焦糖黑糖双糖都很好吃的。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陪你唱这首歌。有看到啊，流星。谢谢阿纯，谢谢布娃娃，快点，我们一起去流浪。谢谢伟伟的魔法阵，我要变身了，我要变身。啊，谢谢大家，上那个了耶，上小时榜了，大家辛苦了，谢谢。我要边流浪边变成魔法少女。手滑哥是待会要上课吗？啊，不是，待会要上班吗？嘟嘟嘟嘟，国术，国术，国术，这样有像国术吗？小雪，我有看到你啊，我明明就有看你。
跟你们说哦，大家不是常常会觉得会有那个吗？粉丝错觉，我们明明就有在看你啦，才不是错觉哦。什么 AK47，我们不是枪啊！不要趁我抢红包的时候问你问题啦。所以，原来面面在你心里，其实比红包还不重要吗？就跟你每次都要我问。扇子嘞？有啦，有带，好吧，勉强给你爱心。Hello， 杨妹，晚安。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又何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有错觉是对的，模仿我应该不是错觉吧？没有啊，什么？当你凝望偶像的时候，偶像其实并没有那个有热令哥，我不是还看了，我连你自己都有，你有拍到哎、欸，我有看你镜头的时候，对不对？的时候。错觉，因为我很不说了。我是抖 S， 不是抖 M， 好不好？不要欺负我，太过分了，生气了。啊！这种时候呢，通常我已经好几次没有上小时榜了，好像有点久时间没拿出来了。哟呼，大家好，初次见面，我是 AKB48。不是 AK47 哦，我不是一把枪，谢谢大家，我没有捡到枪。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岩沼山菜雅恩。那 AKB48 Team TP 呢，顾名思义就是日本女子团女子，对不起，日本女子团体 AKB48 在台湾的姐妹团哦。然后呢，我是里面的成员之一，我叫做菜雅恩。昵称是乔乃勉，也可以叫面面、奈奈、雅恩、雅思、雅倩、雅琴、雅拜，或叫雅恩就可以了。对，嗯，不要怀疑。然后这边是我的 IG， 出娜娜底线 AKB48 Team TP。嗨，はじめまして，我的是 AKB48 Team TP 的 Thank you say so much です。嗨，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こは私のインスタです。インスタもよろしくね。大家还好吗？谢谢博婉婉的啾啾牛，嗯，听不到。板板更新了，板板更新很久了。事实证明，阿翔有多久没有看到板板了呢？是不是？脑袋会满满 Mina 的那个，我装的不在意，我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你说你最喜欢的自由吗？而我只想是你一个累赘，未来还会放弃你学不会，别管我让我想一直灌醉。Mina 有唱过这首歌啊，我只有自弹自唱那个时候。Hello， 欢迎回来。阳光能加粉丝团，对，现在阳光好像只能加粉丝团了吧？第一段可以加个粉丝团哦，欢迎回来，爸爸，你知道吗？我看所有人的影片啊，我都会听到说啊，好远，站错边了，没关系，等一下看着。
手啊，歌手啊，歌手啊，歌。我知道爸爸，爸爸，爸爸是看涵涵对不对？然后涵涵一开始在最右边，然后涵涵，然后爸爸站最左边对不对？日本训练生也台湾吗？我们是台湾的团体哦，我们是 Team TP 嘛，所以我们是驻扎在台北的姐妹团哟。那基本上呢，可是我们的成员也很多元化，我们的成员大多数是都是。Like me 大多数都是台湾人，可是也有日本人啊，香港人啊，跟日本香港吧，对吧？哦，然后也有从澳门读书回来的孩子，然后还有基本上是这样对吧？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大家晚安，主播是台湾人哦，日本示范说才不是啦，乐婷婷，乐婷婷，班长太过分了，我明明就很努力的假装自己日文很好了，就是 like me， 假面甜心晚安，芳芳晚安。话说那天有遇到路人在问，虽然不知道讲了他们有没有听懂，卡了吗？我有卡吗？我卡吗？那你有听到手滑哥提早喊扣吗？我也有听到，他不是说他自己手滑哥那时候说他最后自己是快了四拍吗？好，よし行くぞ！开个 fire， 塞吧，塞吧，塞吧！主播是台，对啊，两杯糖，没有，等一下我几杯糖？我现在几杯糖？你有考一下下。睡衣很可爱，这不是睡衣啦。对啊，白鹿台风要来了。啊，对了，我要跟你们说，我那天啊，就是上小巴之前啊，然后我还遇到，我有点忘记人数，好像是两个路人，两个男生，然后站在我们小巴的旁边，然后可是就是一脸很懵的看着我们，然后我就说，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然后他就看了我们身上写 TTP， 然后就说 TTP， 我说不对，我们只爱给 people 点，请记得一定要尊重我们哦。然后他们就更懵了，然后我就上小巴了。我希望他应该没有被我吓到吧。他有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啊？怎么办？如果他没有反应过来 KB48 怎么办？都没话说，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谢谢切尔东的鸽子玫瑰，老张欢迎光临哦。谢谢小鱿鱼的魔法棒，我要变魔法少女，好久不见了耶鱿鱼。我是啊，丽宇。宣传失败案例才没有呢，人家说不定有追踪。这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没拉到路人反而赶跑好几个，才没有嘞！通常应该会被震折住之后就会停下脚步。Hello， 芊芊守护者。对啊，是阿佩桑教我搭捷运的台湾人。上海演唱会吗？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办得很盛大耶，大家有没有去？天心没错，阿贵晚安。对，我今天是 banana 面，开始叫卖吗？那我知道了。来，各位跟大家宣传一下，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V， 那我们目前已经发布第二张单曲咯，第二张单曲叫做 TTP Festival， 不要怀疑，就是像嘉年华一样，感觉让我播一下我的 V， 刚刚有人说要叫卖，那我只要现场来叫一下了。
不知道你们在各大广东、各大广播、各大电视台、各大路边上的广告，有没有曾经听过这首歌呢？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有没有觉得很嗨呢？不要怀疑，这就是我们 AKB48 Team TP 的第二张单曲主打歌 TTP Festival。那我们目前已经决定要举办了四场 mini concert， 就是所谓的小型演唱会。那我们分六日场，礼拜六跟礼拜日的成员是不一样的哦。如果想要全部都一网打尽的话，欢迎你们可以买2到4场的票，就可以看到所有人了。而且我跟你们说，每一次的近距离见面都不一样，所以四场一定都有不同感受哦。那我们举办的日期会在9月14、9月15以及9月21及9月22。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务必查询 AKB48 Team TP， 无论是到 Facebook 的官网，官方的那叫什么？不是官网了。它是 Facebook 的官方账号，或者是 AKB48 Team TP 的官网，都可以查到购票资讯哦。所以听清楚了吗？听到了吗？有没有一点点心动呢？有，好，很棒很棒。那我要宣传咯，我们每一张单曲后面都会有握手券的兑换号码，握手券呢可以任意的兑换任何一个喜欢的成员。那在9月29号当天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所有成员全员出动的握手会哦。所以大家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吗？不管是第二张单曲还是 mini concert， 都冲啊！好的，结束，谢谢。握手会是什么呢？握手会就是这样呢，单曲背后会有一个握手会的序号。握手会序号呢，你只要上网查询 AKB48 Team TP 握手会，就可以找到兑换的网页啦。那兑换网页的时候，你可以先认识一下，谢谢帮忙啊，啾啾你，然后我们可以先认识了大家，认识所有成员之后呢，选择自己喜欢的成员兑换一张握手会的票。当天去呢，就可以直接交给工作人员，然后就可以握到手手咯。握到手手呢，也可以在那个大概7秒到10秒内的时间里，就是你跟成员单独两个人的小时光哦。厉害吧。阿尚只能来一场吗？我不止脚步软绵绵，我还可以绵绵不绝。对啊，不趁现在的话，不是以后就看不到了，是这一次就仅有一次了，所以好好把握啊！你说连杯子都是 Mina 吗？就很喜欢琪琪弟弟哦。我这次去迪士尼的时候就失心疯了。我们生死离家不放不下。哦，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唱过 Cause You Belong You。 我忘记 You 怎么讲，糟糕，我是一个教不会的孩子。柚子，对，好，柚子 Cause You Belong You。 我自己都没有很认真唱过这首歌，因为它的歌词我还是会唱错。忧郁蛮难念的，是真的。又要日的忧郁。哦，糟糕，按到那个。你们想听男生版本还是女生版本？啊，有范傻跟忧郁一起的耶，感觉我们就很需要啊。先忧郁完再来嗨。谢谢 Pokélaka 的 kiss 啾啾，谢谢小杰，谁的歌啊？这是 Honeyworks 的歌，HONEY。
WORKS， 叫做月曜日的忧郁。Hello baby，Hello Juby baby， 晚安。忧郁星期三好想放假，我星期三已经没有放假了吼。我有乖乖的，我有乖乖的，我没有跑掉，我没有迷路哦。啊，谢谢谢谢可爱的小手套，谢谢手套帮我回答。Hello 燕婷，没有抢到红包，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哭了会变猪猪。子丢，我生日那天是星期五哎，这个礼拜吗？你们大爱的歌呢？啦啦啦，君に愛し。天天在迷路，谢谢立功，谢谢一三君，谢谢手套。啊，等一下，谢谢一三君，谢谢立功，谢谢小龙，谢谢大家。啊，ありがとう柠檬柠檬，谢谢你。ありがとう桜さん，谢谢 baby 的追踪 ，Hello baby， 谢谢小雨。你们会不会被我压扁呢？我的头发，子丢，哦，等一下，有人叫加特林的前辈的名字耶。看到烟火，在这边有看到。谢谢切尔东，谢谢宇宙哦，谢谢波波。啊，对耶，我之后要找一次来跟大家分享这次的自由行。怎么说呢？感觉我好像暂时没有导游的天分啊！不。我要把握看到迪士尼烟火的时间。谢谢凤凰玩的放的迪士尼烟火。Hello 梧桐，欢迎回来。谢谢凤凰玩，ねえねえねえ大好き。自由行来东京，我还是没遇到吴元，我去了很多地方哦，我去了，元素新宿，然后。这次的住宿地点在西新宿那边，然后还有去哪里？我想一下哦，武滨那边嘛，因为那边是迪士尼，然后还去了上野，接下来去了秋叶原。其实跑蛮多地方的。山手线没有啊，我们这次是搭都营电，就是搭地铁比较多，所以迷路的状况比较严重。雅安喜欢香港吗？很好吃。超级无敌好吃，我觉得香港的东西都很好吃。我以前不太会吃港式饮茶的一些食物吧，然后可是我妈妈从以前就超级爱的，然后我算是小时候就被强迫灌输了一些就是港式饮茶有什么啊。妈妈，你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对，就是那个公仔名吗？还是什么？有点忘记了。我爱
塞，公仔名还有什么啊？什么菠萝包吗？歌什么？哎，我妈妈死掉叫了，妈妈，妈，公仔名，妈，菠萝包。对啊，菠萝包歌什么？可是你爱吃的。鱼翅灌汤包吗？有吗？这个我怎么没有？嗯，公仔米，还有呢？对啊，还有那个咖喱丸。咖喱，哎，咖喱丸是什么？鱼蛋。啊，那哎，我喜欢吃的那种菜叫什么？我去澳门的时候吃的那个生油菜，可是我去香港好像没有吃掉，吃到在秋叶原直接大傻逼买了。大傻逼也太可爱了吧，这个用词买了。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现在吗？这个时候吗？那我应该要放，我要放他那个本团的新歌。噔噔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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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胡说。哦，对不起，我们家的用语引起误会了。我们家都会说，就是你就是不，我们常常会不小心阵亡，对，不小心阵亡就是不小心睡着。然后我妈就会问我说：“你又死翘翘了是不是啦？”对，所以我们家习惯用语是，如果不小心睡着了，就是死翘翘了，死翘。哦，茶餐厅，可是我喜欢的。饮茶我没有去啊，鱼翅灌汤包那个就是正式的。我对鱼翅灌汤包没有啊，不行，他们觉得用词不行。好的，我改，我立马改。妈，你是不是又去抛弃我找周公了？太过分了，你刚刚都不回答我。你刚刚小时榜的时候很卡，我知道去外面接四驱了。为了我。谢谢大家送的魔法棒，它变成实体化咯，叮当，来个王美手，来呢，这样吗？可是这个开始看不太久，好像是我唱给你的歌呢，那我怎么会没听过呢？我知道啊，哦对，我就在想说，你不是问我说，因为是新出的，今天才新出的，我一定没听过，怎么可能没听过呢？隐藏着新鲜力量的钥匙啊，请在我面前显示出你真正的力量，以你的主人小意志命命令你封印解除。对不起。哦对了，我是要个罗兰婷，罗兰婷给我捧场哦，罗兰婷。罗兰婷太过分了，让
怪婷婷的心啊那个。我知道 AK 冰果要收了，剩五级，最后变拿法杖敲头。我是物理系法师，谢谢天童，谢谢冰果。家里还有牌组，这个我倒是没有。我小时候太乖了，没有去收，现在很后悔。今天都不中，那个吗？你说中奖吗？哦，可是接下来切尔东跟林狗现在很恐怖哎。哦，明月也是。哦，明月已经到2000多了。妈输了啊！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行，我要把它卷起来，慢慢打开才有感觉。我从来没有中奖过，真的吗？我有哎，我之前去成员家丢的时候，然后我中了10倍吧，好像。不要！你们刚刚已经有看到是谁了吗？应该没有，对不对？跟你们说，我走进 shop 之后就疯了。超级，我觉得我对卷轴这种东西超级没有办法抵抗的，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摆在家里又很漂亮，然后又可以到处挂，然后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哈，对，艾莉莉超可爱，艾莉莉前辈。啊，不是，应该叫显摆吗？还是用嗓？还是这样讲七把嗓吗？还是妹妹喜欢觉得？等一下，麦婷婷，笑死！好了，我知道箱子给你的阴影很大。麦婷婷今天上课累不累啊？有没有好好休息？你今天要早点睡啦。不早点睡的话，明天就不小心睡着哦。听起来好像没有杀伤力，对不对？哈哈。谢谢白圆圆，白圆圆叠字字，一定是瑞婷婷风潮。去楼上买了纸板的抽奖，然后就带了枕头回来，很厉害耶。我也是去了 Lawson 好几次，但是 Lawson 令我们陶醉的居然是他的串烧很好吃。对啊，还是前辈啊，可是感觉叫前辈就不能叫 Elly， 可是如果是饭的话就会叫 Elly， 可是我会想说应该喊先輩还是喊桑，是雅恩喜欢卷轴。串烧不会串的，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的。M K 晚安。哇，可以寄给我，然后里面会射出苦窝，那我会先叫我爸爸拆开。我爸爸很爱苦窝，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一直幻想他弟弟是火影忍者嘛。谢谢 Ben。我还以为你会讲那孩子，这个万万说不得。谢谢 Joy 的魔法棒。糟糕了，我听到他要把头盔找出来了。对他可能快要开门了。他是吧？我应该没有猜错我爸爸在做什么，对不对 ？Hello， 老爸爸。爸爸怎么没有在看米娜台？我就说了，从我出生的那一刻，他的绑定神推是我，绑定神推好不好？好，他走进来了，你看吧，我没有猜错，对不对？他来了，他渗透你们了。
真是的。哦，叫你爸爸吗？为什么？我今天的刘海好像没有帮他绑。啊，我知道了，我要学那个。面包好有趣，爸爸，乐意甜甜天使说你有趣啊，爸爸，人生差不多了啦，完已经完美了，他要加推了吗？天哪，他的赞比的，真的是他，哎，他要再买一张单曲去握乐意甜甜了啦，糟糕。这个不是录完吧？绑在这里的是那个吧，高额头。哎，糟糕，不是哦，不是哦。哎，糟糕，我爸，你还记得很可爱、很可爱的那个最后跟？对，那个哎，可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突然叫不出来。对对对对，景野，景野是放这里吗？好像不是，对不对？我有点忘记，糟糕，真的没有办法记得大家放哪里。不是天天，天天超可爱的，天天大也超可爱的，天天超可爱的。说错了，你们知道天天吗？天天很可爱，天天是两个包子，天天超可爱的。可惜了，天天大不在，酷我还是乖乖绑在头上比较好。可是它是硬的，会滑下来。我爸爸几年次的？我爸爸他已经今年25岁吗？傻眼呢、欸！我爸爸说他今年25岁。记得景也是放在腰上的样子，可能在米娜那边。他敢去，他待会就，我没有办法对他做什么。我看一下，哎，对耶，景野不是放在额头。啊，对耶，对耶，真的，他小时候是摆在腰这边。面爸又有年轻的灵魂，哎，我跟你讲，面妈也很厉害，好不好？啊，我没有，我忘记跟那个乐甜甜讨论这个话题。我前几天跟我朋友讨论那个就是小时候看的卡通，然后可是就是反正几乎什么童年卡通我都看过，但是珍珠美人鱼我一直没有把它看完，因为反正我小时候就不喜欢珍珠美人就对了，然后我只喜欢听他唱歌。然后后来那个我就看到那个一张表格吧，反正就是说你有哪些看过，然后我就看到，你们知道有个东西叫梦色蛋糕师吗？反正就是有好多卡通，那个时候女孩小女生会看的少女漫画，我发现啊，大概有1/3都是我妈妈推坑我的耶，甚至有她看完然后我没有看完的耶，所以我的爸妈是不是都有一点点奇葩？哎，是那个很可爱的天天，很可爱的天天，天天你来了，梦色蛋糕师你看完了，那你旁边有一只会飘的了吗？是不是只是我没看到而已？是不是面爸面妈都拥有年轻的灵魂？没办法，一个18，一个25嘛，对不对？可爱的天天，天天。可爱的天天来了，我还是蛮希望有的啦，没关系没关系 ，unlock 也可以哦，说不定热婷是 Joker， 这是没有，是说这是不可爱的天天，这是很可爱的天天，这是很可爱，但是被大家说很派的天天，所以这样卷轴呢啊，这倒他倒是没有这么专业，怎么办？他可能是治疗系的忍者吧，天天可可爱爱，啊，对耶，
有可能哦，天天可能没有看过火影忍者，而且他说他网络超卡的，怎么办？关掉拉拉福再进来。我爸爸妈妈传授的哦，等一下，谢谢小叔送的收集情报。现在原来有一个活动是开赛车的吗？那就开起来呀、啊，那就开起来。三七七也是专业的，关掉再开的话会好一点。圣罗翻一翻来，我已经变身了。我现在不是这样子修行了，我要通灵哦，我要通灵哦。会出来什么嘞？哦，开起来！等一下，所以这要变护目。等一下，他开了车哎，那我的护额当然不能在这里啊！糟糕，我绑太紧了。亮嘛亮滴滴，真正也喜欢火影吗？真的吗？等一下，开车开起来的时候就是护目镜，这样可以吗？快掉你心灰灰，我心灰灰，冰啊啊，我冰啊啊。我的护目镜。关洛也才不是好不好？三宝预备军，我到哪里啦？我的副驾驶嘞？挡住我了，挡住木叶那个了。天天，你知道吗？火影忍者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角色，绑两个包包头，然后叫天天，长得超级无敌可爱的，然后声优也超级无敌可爱的，所以简单来说，此天天等于彼天天，所以天天大等于可爱。谢谢大哥的星之冠。为什么他在这里这么久？他是不是特别喜欢木叶的护额啊？天天的也可爱，今天大家都很天天呢。心灰灰了，红对冰墙，快掉你心灰灰，我也心灰灰，明暗茫，我明暗暗，明暗暗，才不用啦！太过分，我觉得这逻辑非常正确，没有问题的，可以的，我听。是此天天等于彼天天哦，谢谢。下雪了，所以我应该来首认真的雪是吗？哦，吵架歌哎，我觉得可以。下雪有什么歌吗？我只要当我听见啊，雪落下的声音不行，我不会唱。当我听见下雨的声音，听见你用唇语说。听说呢，《冰雪奇缘》，Let it go，Let it go，Let no be back anymore。哦，对呀、啊，我这次去看那个迪士尼游行的时候，有看到超级漂亮的那个。Elsa 跟安娜，安娜姐姐哦，有安娜姐姐哦。当我听见下是而我了，哦，而我听见下雨的声，对对哦，啊，对不起，谢谢乐婷婷。对啊，有安娜姐姐哦，安娜姐姐跟 Elsa 去出秀，对不起。阿潘翻译回来哦！啊，《冰雪奇缘二》吗？听说这一次是很冒险的题材。安娜姐姐，安娜姐姐有一阵子没来看我喽。
爸，面店老板，面店老板的爸，面店老板爸爸，我要续杯，谢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唱？哦，我知道，我刚唱。现在是乐婷婷的怕哎、欸，我在放守护甜心的歌。哎、欸，安娜姐姐吗？等一下哦，乐婷婷，你先等等。我这样子在直播乱 Q 人家，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啊？安娜姐，我知道安娜姐来了。糟糕，我的刘海今天真的是。
到底一定更爱幼伟。是的，可是尤贝娜姐姐的声音真的很好听，而且很有辨识度，非常有，声音很有辨识度，然后又很有肺活量，就是唱歌非常好听的人。进来看见，做我自己，就像我的从前，躲在现实梦境之间，不被发现。随他吧，随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一转身不再牵挂。我说，你说我现在穿成这样跳 Love 修行吗？哥哥他会一直掉下来，我还是把它拉起来好了。伟伟是故意要配合乐婷婷叠字字吗？是鱼尾狮对不对？我刚一直叫伟伟，我就想说应该叫你鱼尾狮还是叫伟伟呢？没关系，伟伟好可爱，还是叫伟伟好了。其实应该不会喷妆哎，他如果绑两条的话超紧的，因为他的是那个比较硬的袋子。真的吗？谢谢飞机。爱听歌的水姐姐哦，水狗妞啊，跳回来太快一点。哎，可是其实我比较喜欢叮咚唱歌，我比较喜欢另外一首，它有什么啊？迷宫蝴蝶，超赞的这首，那不是这个，另外一首叫什么？哦，我找到那个。Hello， 文文刚不是进来过了吗？我从可爱动物台回来了。没有很熟悉吗？这是变身片段，这段我跳不出来。阿布列多哈多，我找没有，我觉得还有另外一首歌比较好听，我找不到。水树奈奈唱什么都好听，瑞特常驻哎，瑞特，哇！春野妙幻医疗人数吗？我有专门把人家按摩弄爆的人数，很专业哦，这是专业级的。我不想老，我不想。
卡通到底都看了什么？喜欢沙耶，我也喜欢沙耶。啊，对了，是不能喊王子，所以王子应该叫国王哦。那我以后要叫王子国王哥哥。对，是不能喊王子，然后因为大家会觉得韦氏长得很，就是很像王子一样，然后一喊王子之后，王子就会，韦氏就会，就 biu 蹦了。咦，对，以前大家不是都喜欢基斗吗？我记得我妈妈也觉得基斗很帅。奇怪了，为什么十八岁的女人这么有少女心呢？对吧？喵喵该吃银杏了，我不要。小诺晚安，小诺晚安。基斗派，所以目前我们这里有维斯派、基斗派跟沙岩派都集结到。哎，那空海呢？好了，应该很多人跟不上这个话题，对不对？对不起，就是我的童年。Hello B G G 晚安。我发现这次快闪大哥的 report 好像少了一点点。啊，对耶，伊诺丽，我有看到你把它做成影片了。这是小少女话题。Hello 宝乔哥。好，你看，真，我跟你说没关系，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全部都要。300晚安，太快了，什么太快了？紫金呢？啊，这次的快闪吗？可是我也觉得好难过，因为我原本也很期待有三场的，而且快闪跟之前的表演很不一样，因为怎么说，我觉得距离感更近了一点。你看，我不是写了一段，我才是觉得本晚晚不要自责好不好？我觉得本晚晚拍得很好啊，怎么可以自责？要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小孩子才做选择，所以雅恩、雅思、雅琴、雅倩、雅曼，我全都要。彩彩好专业，全部打出来了。写，所以林哥会写吗？我都还没有举面面伞，对了，好气哦！卡丘说他还没有举我的那个夏日祭典，他有抽到我的纸笔伞。然后手滑哥也说他原本是要第二场才借给孝贤的，然后结果他自己也没有举，一开始也没有举，后虽然他最后举起来了。快闪才一场，真的不够，天公不作。对啊，我那时候听到取消的时候，其实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后来的那个雨势真的是，我们会变成。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落汤鸡。大家好，大家好，是落汤面。Hello， 是念孙英吗？真的假的？跟我认识的姐姐一模一样的名字耶。取消真的超级无敌打击的，面面上还来不及拿出来，博翰也是吗？啊，不管啊，你们下次第一场就要拿出来，不管，甚至会再好好拍我。好，我会好好的尽量把我的崩图等级调降一点点。希望我能做得到，可以的，相信自己。白手啊，我知道阿后哥还有做那个面面视角，然后看面面在忙什么。国王哥哥欢迎回来。生日会我也会认真的看面面的吗？所以大家生日会来吗？还没有发放资讯，对不对？哎，手法哥还在吗？手法哥还在耶！手法哥太过分了，手法哥。可是能够看到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对不起，每次看到大家总会太嗨。
总会过烦过嗨。哦，你说你要陪我的？那关关真的假的？哎，你今天不用上班吗？真的不用吗？我有看过阿啾的版本啊。说好和梦想一起去旅行，自己决定自己想要的回忆。太阳和风与我同行，没有过去和目的地。往前往后，尽管随心所欲，犹豫和恐惧不会有任何意义。用微笑把勇敢唤醒，感情不会怎么了？为什么？小哈哥，小哈哥，小哈哥，你刚刚是不是不小心喝了黑糖布丁的黑糖？为什么小哈哥嘴巴这么甜，这么甜？今天有一点点十倍糖哦。我的生日会有可能会去，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这样子就可以见到卡拉了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突然好想再买 CD 握面面的手，水纯，水纯，水纯，你已经很久都没有常住我这边咯。真的不来吗？真的不来吗？我手会不来吗？不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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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水纯来吗？好不好啦？来吗？来吗？来吗？不管是 A 还是 B， 都会震破你的耳膜，快点吗？啊！叉叉乖，叉叉叉叉叉叉，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叉叉，生活比较重要，请务必好好活着。红蛋山最近一直有每况愈下。不停的降低高度之中，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关乎茶茶有一点点关系，所以我觉得茶茶请好好照顾自己。就就会看我，真的吗？开心，真的吗？突然不太想握了，对不起。Hello， 韩家军，谢谢听众们的红宝石。光临耶，小姐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玉芳欢迎回来。难怪我爬的速度越来越快，原来海拔变矮了。感觉帮我们应该也有提供一点点那个挖土，就是把土挖出来的那个速度加快，帮我们应该也有赞助一臂之力哦。Terry 可安，刚刚看到面面台，我有蓝色勾勾，有吓到。谢谢孝贤。所以我说他们真的是抖 M 吧，撒娇没有用，酱油都是 M， 所以要被骂才行，怎么办呢？没有撒娇也没办法了。嗯，谢谢后哥。虽然后哥一直很好奇面面到底在忙什么，不知道看完了整场烂不休行之后，阿后哥有没有发现面面在忙什么？Hello， 石原晚安，冰少晚安，怎么办？所以我应该生气气吗？我应该跟他们生气气吗？喂喂喂喂喂，太过分了吧！说什么握手会不来找我，迷你控居然也不打算来找我，现在连生日会都不来吗？拜托，握手会我们可是将近有十秒钟两个人的世界，还不来一下吗？太过分了吧！凭什么啊？还不来，还不来找我？我很生气耶！哼！如果你们都不来的话，我就不理你们了。快点啦！我想要看到它变成倒数的数字啊！此西西非彼西西，对不对？真的是西西耶！出国中，耳后不带氪金，哪天回来就继续氪。西西，欢迎回来！西西西西。
等回来你就去日本了，害我擦身而过。我考虑一下哦，太过分了，不准考虑，没有考虑的余地。真的吗？你有数字了？我有数字了。没有吧？真的假的？我有数字了，我不是写热卖中吗？突然被包子捡了，刚刚晚安，凯蒂猫哎，哦，有人叫凯蒂猫哎，爸爸。怕我妈妈？没有啦，我没有怕我妈妈。不行，マジですか？マジですか？唔通安呢？叫跑地吧！微笑拉拉晚安，阿翔翻译飞了。哦，什么川村？什么川风调？流川风。天哪！啊！查查查查，你不要再追加了，查查查查查查。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哪一天会突然就是跟我说，绵绵，我跟你说，我的肾少了一个，我觉得不行。哎，听说露露来了，真的假的？然后高桥成就跟着来了，是吗？是真的吗？露露来了，我怎么没有看到？我的面妈面爸看到了，我这边没有显示你进来。我现在应该跟你应该通话，然后让露露唱这首歌。哎，露露可是专业的好吗？这是进场主题曲。原来面面知道叫跑地跑，大家这不当然的吗？这不是吸毒吗？查查那就不能再扫了，好不好？面爸面妈好。我有被露露纠正。要嫌我太瘦，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我不管，我要吃肉肉，我要吃。阿弟哥都上快乐颂，谢谢切尔哥。我要变身了。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人类有两个肾，其中一个就是用来切的。好问题耶！我要吃土土就要吃土土。露露快了，露露来了，快跑！是露露要快跑，还是我要快跑？听起来应该是露露要快跑，对不对？你嫌我太肉。我要立马通话咯，我要先跑，拜拜。剩只有半个就好了，剩一个还太多。大家做人的规则都非常的令人赞赏。九月有没有机会看到雅恩出现第三部呢？那我的第三人格就要去哪里找好呢？我要吃肉肉，白扑随风白扑。Hello， 冰，欢迎光临，小易欢迎回来，川哥晚安。别嫌我太重，要嫌我太瘦，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我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今天的召唤术有点猛，对啊，不小心把国王哥哥也叫过来了。安娜，我叫妹妹真的很不对啊。可是如果我是 Elsa 的话，安娜就是我妹妹了。肉肉约起来啊，我们走起，我们去吃海底捞。嗯，汤。你也
面面盖等偶的头像，昨天拍的啊，好漂亮哦！你知道教主也很喜欢拍天空吗 ？Hello， 马油，露露你好啊，你好啊，露露，我海明明啊。你怎么知道你说海底捞吗？天哪，海底捞啊！吃完我也去吃土好了。好饿哦。还好吧，这种时候就是吃宵夜的时候啊，怎么会饿？走起，我们现在立马走起。肉肉在吃，所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加入 team 十 K， 不行，我还不够专业，我不会比 KG。Hello， 追 K 王啊！今天这里认识了一堆歹楼，逼我去买咸酥鸡吗？我的那个，我的什么？我的没有，我们叫做发的。我的 father panda 一直在旁边呢，可恶，现在没有食物礼物可以丢，送魔法棒啊！我送啊，身为魔法少女，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自己变出美食呢？你知道我的 IG 有个系列，不定期会拍一些云拍跟戏照吗？这都是一只甜甜圈，为什么甜甜圈？等一下哦，有一首歌就叫甜甜圈。哦对，我上次就讲了，我说它的游泳圈长得跟甜甜圈一模一样。哎，乔达叔阻止肉肉了吗？我好想吃，肉肉坚持住啊！哎，全世界都在送甜甜圈了，甜甜圈。甜甜圈，云拍戏照，好，我下次会 follow 小易的新主题，不是以前的，对不对？拍照系列，对不起。对啊，这是18禁不禁的。乔大叔，不要阻止他！我看到一头猛兽，他已经要冲出栅栏了。啊，中奖了，中奖了！大家开慢点，谢谢波波，谢谢阿纯，恭喜中奖啊！谢谢草草，谢谢阿纯。谢谢珍珍，谢谢阿豪豪，谢谢志伟哦，只有志伟送的是魔法棒，开心！谢谢林哥的甜甜圈。天天圈，天天非常想你的天天。我在找歌词在哪里？我们面面三路标啊，都没有在刹车的。刹车？你是说最右边那个吗？右边是刹车，那加速是哪里？加速是哪里？对嘛，最右边是加油啊，最右边是油门，这边才是刹车。天哪，你知道吗？我妈妈刚刚说最右边不是刹车吗？他是认真的，觉得最右边是刹车，怎么办？我的直觉就是那么坚决，不怕有暴风圈，因为你是我最晴朗的大晴天。爱，要你牵我的手每一天，我要非常用心感觉，因为爱你才是我。
基隆的市民请勿随意外出。开车走哪居多？我想避开山路。我们什么时候来一起唱吃肉肉吗？我准备好了，随时揪起来啊！然后我们那天的主题要边吃。哎，对呀，小易提醒我说我不是要唱饭撒吗？哦，对了，这首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是甜甜圈。那么第一句话是甜甜。非常想你的甜甜甜甜甜甜，我们想你了。哦，所以啊，露露是要我跟他一起唱甜甜圈的。他要唱阿本，他要唱阿本。哎，代表露露跟这首歌很熟哎，好开心哦。我们同一个啊，他跟我说吗？对啊，他说小时候偶像。我记得阿本之前不是有演那个萌学园的时候，是演一开始是演蓝宝，然后后来演了，他后来演是欧趴吗？还是好像是欧趴，对不对？第二个角色叫欧趴，对对对对对。哎，凯拉也好厉害哦！天哪，我爸也好厉害，我爸还说对啊，欧趴，到底是谁在看？蓝宝坚尼，蓝宝坚尼。对啊，那已经是第一季的事情了。我觉得跟什么歌合唱？什么歌？没事，没事。在这里撩妹啊！对啊，你好过分，你居然撩我们家露露。雨晴在看，雨晴不说。Oh my god， 超好看！天哪，我们刚刚从乐婷婷的童年聊到露露的童年。我已经跨越两个世代了，是吗？那给 kiss 的，気のせいじゃね。今天的饭茶是我要把肉肉搬过来，另外一边是乐婷，另外一边是乐婷，左拥右抱，太后宫。我看到露露的来了来了，我好想笑，好可爱，太可爱了吧！露露来了来了，爱のこもったそばにいるで、もっとまたまたね、もっと受け止めてね、愛のこもったわがままさんぐ、感謝しちゃう。快闪的那一天。
然后露露不是在我旁边吗？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女孩子，她的板板上面写说乔奈豆皮鸡豆皮肉丝面。然后我就把露露揽过来说，哎，你看到了吗？我们多了新口味，越来越复杂了。哎，很高级耶，荞麦豆皮肉丝，看听起来就超好吃的哦。もっと私を見て、もっとお願いしは愛のこもった。什么时候要荞麦面加肉合体一下？我要试试看，我们把肉肉扛在身上吗？哈我以为只有肉丝炒会变成你的胆固醇。对，我最近都跟那个，哎，我都想什么？哦，反正我最近好像都跟 Steph 姐姐还有成员讲说我要扒在你身上吧，然后我记得他们吐槽了我什么，然后结果我就回说没有啦，没有，我不是那种甜甜的，我是那种像胆固醇那种概念，你懂吗？我会一直扒着你。露露觉得不同。对，要唱版哦，要唱版咯，等一下哦。可是萌学园的歌好像不适合唱版，对不对？我记得他是那个浮世乐，就是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文。啊，那怎么办？萌学园的歌不适合萌学园，还有些都是很难过的。我要想一下，这种负担我可以，就是要扒着你哦。帮我 Q 下来听，就是要扒着你，香菇奶奶咯，晚安，欧阳思密。对啊，西西那边十一点了，该睡觉了。晚安，晚安，晚安，晚安。西西，我想你。爱的卡达，爱的卡达，爱的卡达，爱的卡达。西西 ，give me。晚安，晚安。好，接下来要唱吧了。我想一下，《萌学园》一开始的主题曲嗨不嗨啊？好像也。哦，这是广告的哎，他一开始的主题曲是什么啊？就叫浮世乐，对不对？浮世乐，浮浮浮浮，大家等我一下，我现在是立志走遍各种 style。我在干密码 ，Hello 樱桃猫啊 ，Game，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欢对，好，我等一下啊，别啊，等一下，嗯嗯嗯。哎，他都没有长板的。嗯，好了好了好，幸福幸福之歌。好，我待会去听听。面面要播张喜奶吗？我之前播过了，张喜奶。等一下哦，我的排名表，他现在。在跑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跑出来。恭喜宝，你还好吗？恭喜宝 ，Hello， 恭喜宝，你跑的有一点点久哦。好，他跑不出来了，那我只好专业一搏。那我今天从第十五名念哦，今天为什么？今天大家是魔法棒跟甜甜圈中毒吗？爱爱爱我哦，对不起。今天的第十五名是我们的包包，谢谢包包，今天公海开起来。哎，今天的名是礼拜三吧？对吧？三，等我一下。对，他告诉我是礼拜三。这都说分你了呢。
183哦，我没有记错对吧？可是今天没有暴击耶，大家好恐怖！天啊，卖干卖色卖卖卖呢，大家卖干卖色卖呢，好不好？等一下哦，我还有什么？刚刚说幸福之歌吗？幸福之歌听起来一定不是嗨的，对不对？幸福之歌啊，我最近很喜欢那个小小。所以他有粤语版吗？他是有，不行，小小世界也不适合在这种时候放，怎么办？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我只是刚好看到而已。小周末啊，不要啦，我在放张新娜吗？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快闪失落症候群，所以我应该要那个吗？乐不休息。小小兵学猫叫在哪里？小小兵唱歌啦，没有学猫啊，有哎。今天的第十四名是我们的何金奖，虽然何金奖已经是最高奖了，谢谢何金奖，君欢迎光临，今天的第十三名是我们的涛哥，谢谢涛哥，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速度，今天的第十二名是我们的企鹅，企鹅不难过不难过，虽然见不到生绵绵，但是很快就可以见了，很累吗？我觉得唱这么快的歌超好玩的。今天的第十一名是我们的，天空好像下雨，没有关系，你就是我的小宇宙，小雨。唱完榜之后，我就会想要吃宵夜。糟糕，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 DJ One， 用王力宏的方式。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 DJ One， 恭喜 DJ One， 耶、yeah! ！有没有 festival 的感觉？今天的第九名是我们的。你不可以说你吃这套，因为我会真的生气哦。我会说，守华哥，你看吧，你都没有把我的扇子拿出来，你就算放在袋子里，可是他都不拿出来的话，我就看不到你，你会失去我的。没事，我还是爱你的，对啦。今天的第七名是我，糟糕，他已经喵完了。try everyth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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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不行，这也太跳痛了吧？有什么歌啊？给我一首英文歌，我想听。给你一首，爱你，爱你可以，可以。啊。啊。他说王毅家吧，可。可惜的，Lizzo 会写诗。对啊，我看不懂，糟糕，我认真看不懂，是我的问题吗？糟糕，我跟王一佳已经断线了吗？等下，
你说，你说。我要告诉你刚刚念什么，他都没听到哦。你不是喜欢这首吗？你喜欢这首吧？你刚唱的才不是这首嘞。是那个吧？你在干嘛，爸爸？It's a beautiful night。这个吧。为什么他的音质怪怪的？等我一下啊、哦。流星晚安，流星晚安 ，Goodbye。那个是世界语的鸡肉饭的念法啊、哦！我知道，他说他有分享那个很实用的世界语。It's a beautiful night。我一定要学而有成，我一定要学会它。乳酸菌的日文 ，new 三 king，new 不行，我念起来怪怪的 ，new 三 king 是吗？是重音吗？不要阻止我，不要阻止我，我跟你说，等一下，乳酸菌，我要他念出来给我听。他有人说我念起来像韩文。감사합니다。乳酸菌。OK， 好，谢谢乳酸菌。怎么办？我把益生菌改名了。没有，我最近看那个《杰瑞吉古》，然后他一直在业配，然后我就一直听到 New Sun King， 然后我就一直想说乳酸菌，我好熟悉哦！啊，我原来是一直想到益生菌。好啦，都是很健康的东西啦。牛三金，请改名啊！不是啦，才没有啦。谢谢。今天的第六名，我的私の桜さん，ありがとう。看不到我们现场版的 Love 休息。今天的第五名是卖肝卖肾卖安呢，卖到剩2/3的肝也在所不惜的叉叉。谢谢叉叉，由红蛋山冠名播出。谢谢红蛋山，谢谢红蛋山的赞助，对。啊，对啊，叉叉叉叉叉叉，最后再来一个，祝叉叉生日快乐！耶！Happy Happy Birthday！ 哦，有啊，乳酸菌进来了，大家有看到啊？New Sun King， 生日大快乐！有啊有啊，查查我们同年咯，我们同年纪咯。今天的第四名是我们的The Lingo。
个 Toy Story 的文章下面留言说 Andy 来了 Andy 来了耶、yeah! 刚刚是定格不是定格是因为丁狗有拍到我一张照片然后我那张照片的脸是我觉得超好笑的谢谢丁狗也谢谢丁狗这么认真的修图上班辛苦了辛苦了超级无敌辛苦了今天的第三名是我们的Okay, I got something done to do, yeah! Or is this dancing cruise? What's the dancing cruise?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Okay, okay, okay. I'll marry you.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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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放弃，左看，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们家的楼楼他已经走了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到底几月几号要吃海底捞哦哦海底捞他刚跟我讲说他手机宕机了啦他刚刚就是不知道，可能大家的热情，对，太嗨，害到他手机宕机，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再进来，笑死！哦，在阿潘呢，那就代表他手机好了。他刚说有被吓到。Hello， 坤桑晚安。海底捞，对我刚跟露露说，我们该去吃海底捞了。然后接下来就来，不然我们就来懒人之歌好了。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还剩下压轴，我们还剩下压轴。压轴是要放什么好呢？哎，好恐怖哦！吃点33肉。谢谢茄子，好大一把枪，好大一把枪，好大一把枪，我直接来好大一把枪，有吗？第二集要来了。对啊，好大一把枪！哎，直接踩好大一把枪没有啊？有吗？这个，这个是起降的片段，他们在拍后续哎。那下面，再下来，这个，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个。怎么叫？超好看。今天的第二名是我们的煎熬豆。有吗？那我应该塞回我妈妈肚子里。你有没有看到切尔西啊？切尔东南西北是吗？我们现在是要集合四个吗？大四喜哦，所以。我要等切尔东找到他的四胞胎之后，他就可以对再申报他期待没有他四胞胎，只是他期待了三胞胎。对，他是四胞胎的。啊，谢谢乐乐，谢谢乐乐戴墨镜，谢谢乐乐新之冠。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好大一把枪就要颁发给今日的第一名，谢谢今天第一名的。
手机哦，手机机哦。啊！麻将，哈哈哈哈哈！不好玩，我劝你是给我好好养病哦，真是的，破笑脸，一直感冒是怎样？不准你见到我的时候有感冒，请务必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还有，你这么半夜不睡觉，给我传小盒子，这个时间不睡觉是对的吗？我都看完了，我是说在半夜你传的那个时候我都看完了，哈哈哈哈，不是啦，我是说请务必好好睡觉好吗？早点睡，不可以有黑眼圈哦，不可以有眼袋哦。面面进阶 2.0 2.0 半，还有谢谢粉我们很认真很认真的拍的，请务必觉得不是，请务必一定不要，为什么要自责啊？我超开心的好不好？收到照片再怎么样都会很开心啊，所以请务必觉得自豪吧，风娃娃是我非常自豪的酱油哦，酱油骑士。有没有走路有风？面面也很晚睡啊，我半夜打游戏就在这边。我今天一瞬间有变身成魔法少女跟迪士尼公主的感觉，谢谢大家。请问一下，我今天穿这个颜色，黄色也是贝儿，你们知道吗？贝儿的颜色，所以我的，对，啊，对耶，我有看到那个美女野兽的那个啊，我下次要跟你们分享美女与野兽的花车，不是花车。就是他们的夜间游行车非常漂亮，而且贝儿超级无敌漂亮的，就是他贝，而且我觉得饰演那个野兽的人很厉害，因为他的那套一整套衣服感觉就超级无敌热的，而且他真的有在那个花车上跟贝儿跳舞，对，跟贝儿跳舞超级无敌漂亮的，然后我就一直喊那个。我一直有在下面喊贝儿的名字，可是呢，因为我已经老大不小了，我发现公主们都只会跟小孩子们打招呼，所以我就只能没关系，我最喜欢你了。好啦好啦好啦，有喊扣吗？有，洗个澡，拍个拍呀，睡吧睡吧。没有啦，我这样会吓到人吧？嗯。好啦，今天现在已经10:39了，我说了大家请务必好好早一点乖乖的去睡狗狗，去睡狗狗了，要睡觉了，就算是可以贝儿贝儿。好啦好啦，哦，彼岸好久不见，晚安晚安。对，我们要睡觉，我已经不再讲魔片了啦，我没办法，我现在为了我自己，我要去戴隐形眼镜了。该睡觉了，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自己晚安，大家晚安。我们礼拜六再见。注意安全哦，大家嗨起来，晚安晚安。谢谢小诺诺，晚安晚安。DJ 晚安，大家晚安。哦，这怎么什么时候刚来剪我？天哪，我刚看到了什么啊？大家晚安。